这个墓碑模组的功用就是你把它做出来之后啊，你把它插在土里，然后它会显示说这个墓碑是谁的。哦，当你死掉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再去找尸体了，你直接对着墓碑按那个一键，它就会直接把那个尸体里面所有东西都归还给你了。哇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啊，我们就不用再那么浪费时间弄这些有的没的。啊，有没有感觉这样子？等一下刘云你回来看到，你一定觉得超有感的。你是不是刚才从头那边？对啊。有没有那种型？好不好？你现在赶快做一个。OK。八个水泥，七十颗石头，你就可以放前面床头了，多赞啊！你现在在采木头吗？对啊，我在采木头。好。多拆一点吧，因为我们这边木头用完了。哦，真的没办法说，木头没了。啊，完蛋了，我们家附近也没木头了。啊，也太被我们大开垦呢。而且我去那个好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在河流下方在采。我去弄金属，你去用木头。很多人都不能看了、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今天网络到底怎么了？还是你们应该是香港那边的，对不对？还是马来西亚？会不会因为我们这边哎，毒蜥跑到我们家附近了？对啊，而且还两只还是三只的，完了在我们家附近那边扎营。我觉得我应该要稍微赶快把我们这只狗狗大部队练一下了。这只琪琪跟弟弟，这只是母的啊，那叫弟弟好了，弟弟，琪琪。像琪琪和弟弟，救难夫，你知道那个吗？救难小福星，救难小，不是救难小星，小福星啊，小福星，就那个这个仓鼠啊，德克斯特，德克斯特，那、no, 德克斯特死了，这家叫什么？杰克武士，杰克武士，那下一个是不是叫阿古？阿古，哎、欸，他不是完结了吗？他完结了。不错啦，杰克武士要去杀魔王了，阿古啊，哎、欸，不这样子讲，突然觉得这个方舟里面最终 BOSS 其实跟阿古有点小小小的雷同的感觉，就是你知道这个河流全部都是三叶虫啊，真的假的？就很恶心啊，好像世界奇观，很想去看看哦，算了，太远了，我这乖乖的收集金属好了，哦，这边又有几只老大哥了啊、哦，来啊，帮派斗哦。哇！杀他们！啊，小 case， 小 case。我记得我们之前在逃亡的时候，我们有遇到金属过，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而已。那时候我们在逃亡，好像是某个地方，我看到金属很大一块，就是那个上面啊，那个有一颗大石头在上面那地方。大石头上面？你是说你死掉那边吗？那我去那边一下好了。看，有个巴西掉下去了。哇，这边有毒蜥，单挑啊！可恶，我跟你拼了，我不管。杀掉他，快点！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！把他咬死，咬死！报仇雪恨啊！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我们把毒蜥杀掉了。看这家十九等的、哦。我不知道几等，我刚没注意看。我们家上面有一只十九等。杀掉了。也死了。嗯。塞，咬这么快、啊？我因为我带四只加一啊，五只啊，攻击力都四五百以上的、啊，把我死了。我家下面这个河，哇，一堆三叶虫啊，好可怕、啊！我找到金属了。哎呦，赞哦！终于啊！哇，好恶心哦，好恶心哦！哇，前方全部都是点点点。刘毅，嗯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可是我铁狗爆了。可以的。干！妈的！啊！我要再回去，中文小。该我回家了，不玩烂游戏，我都忘记修了，多带几把说。啊，还是说我们来这边稍微等一下，等一下立种子，我可以当管理员吗？管理员吗？破音，抱歉，
用笑来大力直接破音。嗯，可以当管理员吧？破得很漂亮。看我刚才第一次破到这么长哎、欸，干我越来越强了，笑死我了。啊，老头什么时候交女朋友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种东西并不是说什么时候就真的什么时候啊，对吧？啊，吐出来，吐出来了，捡了捡了，带回家带回家。谁说我是来这边采金属的？我明明就是来这边采粒种子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骗自己了。真的啦，你看我带粒种子回来了，我超强。带了2000个油。啊。你是说那个？你是说那个长得像我 uncle 那个吗？什么东西？那个马自达那首歌，没听过。坐在午夜的角落。好，他反正他没有一个副歌，就叫做什么？远看是一朵花，近看，哎呦喂，我的妈哦！如果我的身上有一把 AK。我真的好想送你回老家。God damn good。我没有说你，我说那首歌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然后他的副歌是，因为你长得像我 uncle。那首歌超闹的。反正想到电视最近在播，就是那个什么，有点像什么钻石年代唱片曲。然后他不会播一些歌吗？老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持久。啊，不是这样唱吗？不是很温柔哦，是很温柔，不是很持久啊，抱歉。很持久。啊、好饿、哦。突然味道有点浓啊。什么持久？那个工作很持久，我们不一样哦。那个是最近流行的歌了吧？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欸、不知不觉真的会唱上口哎、欸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遇。你干嘛唱那么断呢、啊？因为我刚才想歌词，有点忘了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有拍一张照片在我的社群上面。然后是一张被那个 Snow 的那个 APP 软体改的不成人形的照片，大脸流鼻涕，然后我就打说我们不一样，然后下面就有人就接着唱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鼻涕，因为鼻涕很大一条，然后我就快笑死了，接着超好笑的，扮老皮的声音，老皮声音怎么办啊？老皮，主要是哪一个老皮？你是在动画的老皮还是实况组的、啊？阿宝，你怎么又在这里？阿宝，快点帮我去找一下，我的牙齿掉了。应该是这样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嗯，有一点像。有一点像啊，老头比较会扮河马。哦，对啊。哦，对，你河马超像。哎，每次我的狗去哪了？干，我被自己的狗给卡住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被卡住了。哎、欸，这群。这群小王八蛋是把我拱，就是那种，哎、欸，你现在我现在的情况像什么、啊？你不要看我直播，你看我现在干嘛？你卡在中间，真的下不来了。还有看呢、啊，我只知道他们第九季就要结束了。第九集？你是说第九季？你是说辛普森？不是啊，那个探险活宝、哦，他们出到第九季就结束了。完结吗？嗯，完结。彩虹小马也要完结了。Money Apple，好看耶、欸！我是没看啦、啊，不过我以前有一个朋友，他三不五时在我旁边。Money Apple，我都不要这么一直 Money Apple，然后听到我也就被他传染了，然后两个人没 Money Apple，然后只要他有时候走到旁边，他这个 Money 啊，那我就回他 Pony， 两个人在那边耍智障，好吗？好了，我要带小动物回来了。好哦。孩子们回家喽！回家喽！孩子们一起去米奇妙妙屋。不要！走，快走！不要！这还会想到那个 Dora， Dora 不是说你？他会说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是这个东西吗？还是 M 叫什么？现在我们该往哪里去呢？我们现在该往哪里走呢？然后我们回来不知道。哇！
Great， 你好厉害，好聪明哦！我们走吧。金牛他妈的，我什么都还没讲啊，然后还要跟着念一遍英文。Apple， 捣蛋鬼，捣蛋鬼，别捣蛋！哦，讨厌。那就走掉了。真的是够了。这下每次朋友人家出去的，然后他们再去米奇妙妙屋。不要。好，我们走。不要。被抢那个画，那个说好，我们走那个画面有没有抓着我的脚，然后我在那边狂抓地板，no， 干想到就好好笑、啊，怪医黑杰克那个真的很好看。我记得想到怪医黑杰克，我想到那个皮诺克，帮我拿手术刀过来，然后看了大概十秒，皮诺克电死他，哇，怎么哇，好可爱哦，他异变的颜色。对啊，超可爱的，干一大群啊！靠北，好可爱哦！我刚刚就看到一坨他妈挤在那边，我就全部驯服回来了，全部带回家养是吧？超可爱啊，谁不喜欢呐、啊？这样子，我们一个月的开支可能就要再加五倍了。No， 米奇妙妙屋。Vespa， Vespa， 你想要盖斜屋顶还是正的屋顶啊？我也很想问呢、欸。我们走吧。不要。不。土豆。哈哈哈。问那土豆嘞。土豆。土豆炒比较不变。土豆。直播后期，如果要孵化死神国王，谁要当培养的母体？当然是老头啊，不然呢？为什么是我？也比较专业嘛，你都有一次了。也是啦，一回生二回熟嘛，对不对？再说啦，到时候分配工作，基本上有第二个人帮忙会比较轻松一点啦。然后他120个铁，我觉得我先做发电机出来好了啦。哇，结果铁还是不够啊。对啊，发电机要25个铁。No。搞太慢了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哎、欸，还是你要先做传送门。传送门要的材料更夸张。对啊，要多少啊？要多少铁？等一下啊、哦，先学。传送门哦，它要十个铁，五十个电路元件，所以就相对的要60个铁。60、哦。然后一个传送地基20个聚合物，60个铁。哇，这个要的铁更多啦！我跟你讲，哎，有人说刘爷，你确定要拿掉吗？我就算我还在，我问一下米奇，不想掉。米奇，跟我说一下，跟我说一下，我要不要拿掉？这个问，这个问题叫土豆哦，土豆，要问一下土豆在哪？臭林呆，你臭啥？突然米老鼠讲台语，对不起，米老鼠突然讲台语，你谁在臭啥？好，这个也没了。好，第一个传送门盖在家里啊、哦。嗯。然后第二个盖蓝矿区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好。太棒啦！我们终于有一个传送器了，哇、哦，天啊！放这里，盖哪里嘞？等一下，我们盖哪里？这边好了，没差了，反正到时候可以把它拆掉。这个要叫什么？还是我回去，等下再带你过去。嗯？带你去蓝矿。可是我还没做完，我还差一个传送门。没有。啊，是因为我们有 skin 的关系啦，有没有？有吗？看到了没有？等一下，你要把原本 skin 丢下来，它只能套一个 skin。哦，是哦。嗯，就变这样子了，就不会烧到后面的。哎、欸，我感觉我后面我的背后好烫哦。你是不是在扣血、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干嘛一直在晃啊？地震啊！哦、不是因为地震啊？对，因为地震啊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盖传送门？传送门，给动物吃的。你有没有大腿肉？有。烧20个，好吧，那就只能说看记录档吧。
好了，做完了，这下去让他们烧好了，多烧一点也没有，也不是一件坏事啦。那我给你一个，给，我丢地上，然后我把我的那个喂我的那一只狗狗，你的也喂一只狗狗好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在哪里啊？我们的狗嘞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阿莫吃屎啊！好，阿莫吃屎，好吃啊！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要吃屎啊！好了，可以了，大成功！哦，对，这我那边跳下去就可以，跳下去啊！好高，好高！你先，好呀，还是算了，没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，没有，我想说一起跳啊。谢谢。爽。爽。哇，毒蜥！我操！还两只嘞。三只，快跑快跑！哇，太多了吧！哇，快跑，回去！哇，五只！底下怎么这么多？五只 ！Oh my god！ 哇，这是怎样？大染缸哦。妈的，吓死人啊！哎，追来追来，快跑快跑！另外一边，走另外。有炎龙，左边有炎龙。七等的可以咬死啊！你要咬死他啊？咬死啊！好，哎，你看他都要比战呢，那个禽兽，那不是禽龙，禽兽。禽兽。他血几滴啊？让我看一下血条。2100多，可以啊，咬几口就死。好。走吧，禽兽来了！好吃！好，解决了。我刚以为我们咬到地鼠。对，我也是。我看到蓝矿了吧？我刚好像有看到。狗狗，左边一大群。八楼梯，自己巴掌。他们都在狂抖哎、欸！他们死掉没喘，不知道喘什么。360度乱抖，啪啪啪啪啪。那前面还有一批哦。没关系，我们两个 OK 的。干他！干死他！等一下，这是斑龙还是？这是斑龙哎，你小心不要被咬起来哦。垃圾。我最怕在攻击的时候，哦，算了，他们在打他，他也要死。哦，不对，是假的，死了，吃掉他，咬他。趁大家把你咬起来之前，把它弄死啊！那血条开太多啊！蓝矿区到了，这里，哎、欸，瓜鸟带回去。可是他吃什么的？他吃素食蛋糕。哇，尴尬了！你要在这里盖吗？还是？可以啊。你要哪里盖？因为越深应该是越危险吧？不要过去，下面有无名怪了。啊，开始有了。啊，我有灯泡犬啊。很奇怪，你要先往前走啊。等一下，我先让灯泡犬醒来，他可能在睡觉。哎、欸，右边有一只，你帮我咬他。死掉了。我把它弄，我把它亮灯。我原本想说去抓一只山羊。有了，亮了。我点一下他的那个容量。哇，好多啊！怎么又不亮了呢？没电了，200还没电，快点给我亮哦！满电时自动开启，好吧，那等你满电真的是有点麻烦。那我们就下去咬它。不用了，我这个我现在没满电呢。对，没有，我们直接盖传送门好了。今天差不多12点要结束了，今天到这边吧。好吧，我们今天有弄到这只闪光兽。好可爱呀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啊，心满意足了，带走。嗯，带走了。呀呀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，休息了啊！各位应该也累了吧？其实我也累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啊！到时候要在地狱剪记录档时间。明天会不会直播不确定啊，只能跟各位讲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啊，6点过后吧。
对啊，到时候都是六点过后时间直播啦，那也就是不一定，观台时间也不一定啦。好吧，那之后可能还会再找其他人嘛，像是你们说黑乐，还有卡密多啊，卡密多也看要不要再来玩也是可以啊，一起来玩好了。好吧，到这里结束啊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